夏天来了，又到了躺上床五分钟打蚊子两小时的季节。但是一想到蚊子身上流着自己的血，又不忍心打了，毕竟都是血清啊。图片来源网络，每当这个时候都希望自己生活在一个这样的世界，蚊子吸之饱，咬人不哼唧，蚊子波不养。但在愿望实现之前，还是让我们看看到底怎么驱蚊才有效吧。图片来源丁香医生团队，实在不行，人类还有最后一个阵地，蚊帐。除非讲一个恐怖故事，蚊帐里进蚊子了。最后感谢在各类防蚊实验中大义献身的实验人员们，在1988年的一项研究中，不做任何防蚊措施的实验人员人均每小时被咬1188次，正是前辈们的字字血泪换来了今天的默默无闻。责编左娃多一次分享，上1188次伤害图片可能引起不适，向左滑动查看图片来源网络参考文献，以美国儿科学会 AAP 关于 data 的公告 http://upnews.aapubrisation.org content 19252 h lily c d shrek a j rehe shrek effectiveness of personal protection against mosquitoes in Alaska Journal of Medical Entomology volume 25 issue 6 November 1988 pages 475-478 https://doi.org/10.1093 gmail.25.6.475